触微缩应该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些时候吃到比较好看的食物啊，就光留照片还不够，还想把它做成小模型留下来，小小的就很可爱，一直当一个爱好坚持着。我一般的比例是食物的1/12这个样子，主要的材料就是软陶，最小的话应该就是我之前做年夜饭系列的一个八宝饭，我是每一粒米都捏出来的，不出去玩的时候就在家里宅着做手工，存下来的都是近2-3年做的，我家里有3个抽屉都是，就是小小的塞得挺满的，非常大的满足感吧，看着他们就很治愈。